除了我之外，孩子们也麻烦御史大人多多照顾了。啊，您终于回来了。在您不在的时间里，孩子们总是安静不下来，弄得就连我都有些心神不宁了。您好，御史大人，您是来看孩子们的吗？可以安静点吗？别吓着孩子们。感谢御史大人一直为我费的心思，希望没有让您失望。啊，今天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，孩子们显得非常没精神。御史大人，您在我外出的时候帮忙照看过孩子们吧，他们现在都非常亲近您呢。可以帮上您的忙，我感到非常荣幸。是我能力不足吗？我喜欢安静、有水、阳光充足的地方，这样能让孩子们的生活舒适一点。其实，堕神与我们响铃本是同样的东西。嗯，不如我也做个堕神试试好了。别紧张，我开玩笑的。这只烟杆与烟袋是我的一位友人赠送的，说是非常的适合我。御史大人，您觉得呢？